里的野菜长了好多，我过来找个篮子，一会儿和婆婆去挖野菜。好多玩意儿拦着着呢。都弄完了这些吗？哪完了？谁得带篮？我得把家子去。行。待会儿涨了涨是哈的时候，走，应该不少。这个玩的人太多，走。不对，看下去。这就新鲜，我总浇了地，浇了点地，看着溜溜的，我总。那就行，看这个。看着不管家煤都拆了呀。有没有？有，在这里有，不是，有啊，有，等着他们信号呢，快快快，不行了就赶紧浇吧劲儿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挖的野菜，土话，我们这边的土话呢叫做念念菜，那个普通话叫做荠菜，在我们这边农村，这边这种菜特别普遍，它一般呢都生长在这个地里边或者这个地边上，但是呢，你看现在像这么大的。像这么大的念念菜现在已经很少见了，因为咋呢，因为现在的人啊都喜欢往地里边打药除草了，怎么的，你看咱现在也就只有说在这个地边上啊，这个念上边啊，去找一点，都已经不太多了。这个念念菜呢我们可以凉拌着吃，可以和鸡蛋炒着吃，还可以弄点豆腐炖个荠菜豆腐汤，但是我们这边呢都是喜欢凉拌着吃，看看这么大已经很少见了。哎，这儿还有一个给你，来，超市现在卖多少钱一斤呢？超市现在的话，那天我去看了一下是6块钱一斤，很贵的。这儿多挖一点是不是都集市上卖了干啥呢？还能抓一笔小财。哎，对，这都是钱，发财了！今天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快点，赶紧，赶紧挖！6块一斤的，给我走！啊，好好，真多，真多，对。还是好吃呀，还是好吃呀！对，但是我这样出来了啊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挖的这个念念菜，也叫做荠菜，你看。它呢，它的叶子是这种和带有这种小齿轮啊，是小牙齿的这种的。来，拿我这个对比一下，我这个不是。我姑姑拿的这个呢，你看，它和这个念念菜长得挺像的，你看，都是这种叶子的，带这种齿轮的，但是它的齿轮不仔细看看不出来。对，它的齿轮比这个念念菜的多一点。看着都一样。是吧？都一样的吧？但是你要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。一定要看仔细了，一个是圆的，一个是尖的。对，这个叶子有点区别，因为它这个是蒲公英。哦，一个圆叶，一个夹叶。对，你看看，这个就不是。走，拿你我，妈妈给它挖，你给它种，快，全部种进去，它都是啊。可以，给咱们这个回去给咱凉拌着吃啊。咱这是凉拌着吃的，是吧？哦。咱包饺子还行吗？腌的包饺子。哦。芥菜饺子。非常好吃，这个饺子可好吃了呀！够了，多吃顿饺子。走，快，挖的不少。儿子回家。我就带了贼油，贼的贼油。吃饺子。吃过了。吃饺子吗？饺子，饺子香。哦。荠菜饺子。饺子。荠菜饺子。走。给大家分什么？挖了几分队，挖了不少了。